努纳。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在中右外野方向落地，又是一支安打。陈俊辉现在绕过垒之后要继续冲三垒，挡下来，是二垒安打。哦，林志祥守备好，今天也有不错的一个表现。对，林奇伟上来之后呢，连续被陈俊辉和林志祥的各打安打，现在变成二三垒有跑者。这局同一时段的又展开了攻势，捕手上去喊了一个暂停，在林奇伟连续被敲两支安打之后，